算了，本寨主也不是不通情达理，我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。一会儿来我的房间吧。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家纹啊，也对，这把破匕首也没什么稀奇的。不瞒你说，这上面的纹灰是我们余家老祖宗留下来的家纹，除了我们余家人，没人会用这个，既难看又难画的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上面是个鱼字啊。哎呀，这可是我们余家老祖宗亲手制造的，虽然丑了一点，但是很有流传价值的，好不好？20年前您生活在哪里啊？一直都在清泉寨吗？20年前我哪记得，从我记事起我就跟着我爹四处奔波，直到进了清泉寨我们才定居于此。所以清泉寨是你爹建的？对呀。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生物叫灵族吗？传说这灵族原本是住在天上的，几千年前从天而降来跟人类抢地盘，从此以后呢，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很伟大的职业，叫巡猎师。灵族和人类大战几百年，几百个回合，巡猎师把灵族打得落花流水，落荒而逃，躲在山里面再也不敢出来了。但实际上，我是骗你的。你看你的眼神，你是当真了吧？不会吧，你还真当真了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些都是我小的时候我爹跟我说着玩的。所以你爹是巡猎师啊？什么巡猎师啊，那都是他骗钱的说法。你爹有没有带灵族回来过啊？那不记得了，你可以去问问二当家的，我爹做过什么事儿他都知道。那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是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？你为什么对我们家家纹这么感兴趣啊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对训练师比较感兴趣而已。哎呀，你说说你，这么好的一个大好青年，你怎么还信这种迷信之说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灵族，也没有什么训练师。我见过我爹巡猎，那都是跟我二爹他们俩一起做的戏法，骗人钱的。你是不是也被人骗过？哎呀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信灵族？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就走了？